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啊，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里长妈妈，叔叔里长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园长钱宝宝，还有所有的老师、小朋友跟所有的家长，大家早安。早安。哇，今天我们樟树公园哈来的仁和幼儿园哈，真的非常的棒，而且生力就非常有生气啊哈，然后就非常有活力，然后虽然刚刚没有音响哦，可是所有的小朋友都自己会表演，而且那个动作非常的标准，然后看到一些爷爷奶奶带着小小的朋友说好想上学哦，所以我想仁和幼儿园哦会长红啦，因为你们的未来都在旁边都在等待要来上学，所以其实今天的天气也非常配合我们仁和幼儿园，然后能够让我们有这么好的天气，然后我有带了一个小饼干啊，小朋友通通跑到那里去，刚刚一看到我都说里长妈咪、里长阿姨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说我记得哦。那你口袋、你包包有什么？我说我包包有电话、有电线，然后有我的笔。他说啊，那你的糖果在哪里？在这里啦，小朋友都跑到那边去了哈。好，那我还是把这个饼干送给我们的园长哈，来给小朋友分享。